Simon， 我跟我女朋友都是你的粉丝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买那个会员制，他说他想看，他《通灵之战》太好看。Hanzo 哥，你女朋友就不用买了，私信我，我给你原档。哇，太扯了。可是，哎、欸，你们像是在比赛啊，或者是你们有一个什么固定的工作天吗？还是又什么时候放假？我们就是以前比赛的时候，就是你们有可能有赛季跟非赛季的时候，对，所以我都蛮好奇。我们基本上是没什么在放假，都在比赛的时候。比赛期间，我们基本上不太放。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要认真打好。跟其他队不同，我们要收东西的时候，只剩啊，是哦，我们 iPhone 里面只有传说。就是连那个 APP， 连 APP Store 都锁起来了。然后连那个，在北京的那个网页的浏览器，那个 Safari 也被锁起来了。你为什么会有 setting？ 啊，这都是删不掉的。如果听得懂的话，那就真的糟糕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知道啊，我懂，我知道啊。我都比较直接，我是直接用什么奈的。什么奈的？我有点忘记了，我梦到了。你知道我们昨天在办公室的时候，我们在想为什么 PornHub 没有出 A P P？ 为什么、啊？就是，然后我们想说，应该是就是发明人不想要让大家一直沉迷在。不是说他们看多少就要帮忙种树，然后做公益为代表。那打电动就是要跟男生啊，就会讲很多干话这样。跟女生也不错。哎、欸，你们像你们工作这么忙，就是你们还有时间交女朋友？以前比赛的时候基本上没放假，就比较少。进入开赛哦，没有任何通讯软体。电话卡、投币式电话，我们就会投磁部，我们用 iPhone 内建讯息，建立一个秘密的管道。唯一的通道，而且只能偷偷用。等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只能偷偷用，不能被抓到。可以现在讲出来了、欸。没事啊，老板没有在看、啊。吸烟有害健康。老板没在看，没事、啊。今天要吃什么类型？有点饿。你们在你们的地区是在台北？对。中山区在那个在文湖县这里，中山国中站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朋友他们最近在做那个就是泰式料理外带。哎呦，那你们那个这样就有点太远。那他们是哪一家？叫什么？叫你俩去看看我的 IG 有个我的限动，然后我们因为他刚刚有来送便当给我吃，送妈妈。哦，大家可以看起来很香吗？我觉得他们东西真的是蛮好吃。算好吃了，我怕海牛吃不饱、欸、我不知道有两个，那就吃两份呗，一份不够来两份。那你可以吃两个。哪巨根？有人对面有一个名叫哪巨根，哪还是那是哪巨根？巨根好色情啊，这个人要巨根巨根。哎、欸，你这正面有原本的造型，就这样，就长这样。我坏了，跟你换。没事啊，我没有很强的在保护你们。我终于知道瑞克讨厌紫薰，瑞克直奔，瑞奔直奔下路，完了，我下去玩。救命！救命！没有，瑞克是小啊，瑞克跟疯子一样，他一开始直接毛起来。我还没吃完冰嘞，受伤了啊。还没吃完冰，我就被人家冰冰凉。他就在上面那个。哎、欸，跳进来、欸，干嘛？这个人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他真的太过分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唯一在你们队上是就是陪练的角色。哎、欸，他不是我们的成员，就是他是对我们的朋友啊。真的假的？他们是你的朋友？我一直以为他是 TSO 的成员。对啊，我们暧昧的。哦，我们很暧昧啊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两边都是渣男。不给承诺，大家都是我的女朋友。没错，就是我之前啊，好多人哦，你之前被这样搞过是不是？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就反正我们的那个公司有一个就是公司的音乐啦，就是歌，然后就是改啊。哇，太大了吧！高两球，他们真的够派。哇，无球。
我不然露出头了。哇、啊，露出露出你手头要说清楚。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在，头太大了，头太大。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在管形象，头太大，跑出来，跑出来，没藏没藏好，从裤管跑出来了啦。我操！哎、欸，那是哇，那你真的巨根？这个会走外。哎呦，哇、哦，好寒冷，哎，没死，没是不是啊？没啊！啊！太错了，没有办法。在，那我觉得英雄，你下一把要拿出诺克斯了。你要拿出，你要拿出来了，拿出来了。爱牛的老婆了，这个角色真的赞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有点无耻，我其实是角色的，真的发现真的有点无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操作，哇！是哎，靠！这么凶啊！被骂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会帮人做收尾。我以为我可以，这个阿闪实在太刺激了。我以为太刺激，太刺激，太刺激。我对我的伤害有信心。哎呦，我们行不行？哎，哎呦，我靠，哎呦，哎，那个操作，哎，还是有的，哎呦，你们竟然偷头！27岁职业选手是有机会的吗？原来反正不需要。不出事了，不出事了。这些选手好像有真的有27岁的，真的假的？好像有那个谁啊 ？BB 哦 ，BB 没有了，但是他之前是大概30岁。哇，我是真的真蛮老。哦，我呛呛辣辣辣的，好辣好辣好辣，我有点辣有点辣，辣到我辣到了。那我是以那个平均年纪来说，对、yeah, 你太辣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道歉。对，你太辣。我失言了，你是好男朋友。他是有一个小头饰，是不是？都比较难飞。之前的战力更难飞，之前战力还要背位置。他现在不是有给你图像吗？以前是没有，你要进去，对，你要先背好。我以前直接说你以前很强。哎，没有那么强。直接说你以前没有那么强。牛哥好帅。好会飞哦！号称是人马扛的，最后一个龙马，各位观众，龙马倒下了，全部都接住吧！各位观众，请你还我们恭喜 SMG 大奖2017年底亚洲杯世界冠军。以前我那个就是甲虫跳到射手的时候，那个底下已经有一道光了。哇！哇！哇也没有那么强。Hehehe